明星高中血泪史。我念师大附中，要进好的大学的几率就比其他的高中来得高。我自从上高中之后，我因为压力的关系，所以我整个生理期大乱，然后甚至会就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痛，整个人这样被救护车送到就是三峡的恩主公医院。我还是读设计，快快乐乐，不是开个玩笑，快乐学习也许就是安乐死。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